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、四十五节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最后告诉门徒一个重要的宣告：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句话相信对于当时的门徒而言是相当震撼的，因为门徒跟随耶稣乃是期望有一天，如果耶稣当上了以色列的君王，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左丞右相。而耶稣竟然说他来不是要做君王，乃是要做仆人服侍人，而且还要舍命，就是死。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，抛弃了一切跟从他，希望有一天当耶稣出人头地当上了国王，自己就能够名利双收，光宗耀祖了。结果突然听到耶稣的这番话，你会如何感想呢？但愿主耶稣的话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深思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何，我们内心深处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天国里是做仆人的伟大，是像小孩般谦卑单纯的人伟大。让我们都回转像小孩子一般吧，单纯的谦卑的爱主，跟随主，像仆人一样的来服侍主，服侍人。